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也受上帝恩典，凡事谢恩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内向恁所定的旨意。在罗宾逊漂流记的小说中，罗宾逊经历尊难的时阵，伊面对着被灾的茫茫大海，清算伊的人生，伊做了两张清单，一张是伊的问题，另外一张是伊会通感恩的事。伊写了第一个问题是，伊无衫裤通穿。伫感恩，伊回应讲，伊安尼写。这的天时真温暖，几乎无需要穿衫裤。第二个问题，伊写落来，全部的用品、食品，拢流失伫咧海面上，什么皆无了。但是伫感恩的回应上，伊写落，这个荒岛有真侪新鲜的果子甲水源。就是安尼，伊的清单上一直列出所失去甲缺乏的物品，同时也列出伊伫岛上所有的一切资源。结果，伊惊吓的发现，伊所拥有的并会通用的，甚至会通制作出真侪物件，竟然是安尼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每一日拢有1440分钟，但姊妹用几分钟，亲像罗宾逊一样，为家己所拥有的一切感恩，人生就会变就完全无同款了。咱三甲来祈祷，阮伫天顶。一杯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看顾阮的生活一无所欠，就是伫咧患难缺乏的时阵，你仍然供应阮，求主提醒阮，伫富足的时阵要感恩，伫困乏的时阵也同样的会通看到你供应。你感恩，因为你的恩典奇妙，在你绝无绝路。当阮凡事谢恩的时阵，原来处处拢充满了活络。阮献上满心的感恩，因为这是合乎你旨意的，是你所欢喜的。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